甚至話我哋小區都實施咗封閉管理咁樣一種情況出現啦。做咩？我係一個流浪人。做咩？快啲食飯啊你！葉文瑞係土生土長嘅廣州人。快食飯！電影行業嘅佢，以往中意拍攝，食飯，記錄旅行所見風光，再放上網同人分享。快食飯啊！自己筆。不過今次自己筆咗不一樣嘅題材，喺年初三起記錄廣州喺疫情下嘅空城狀態。快自己筆一個禮拜製成短片。食飯啊！體育西站，就係俾我哋呢邊不凡會笑稱係地獄西嘅咁個站。不凡，佢實在人太多啊，就好似個人間地獄咁樣。即係平時大家都喺度抱怨話點樣塞車啊，點樣乜嘢啊，但係嗰日去到真係其實我哋此時此刻真係比較懷念。